大家好，我是布灵布灵灵姐。你们有在 MC 里喝过莫影龙的奶吗？今天玩的这款模组就能够让我们喝所有生物的奶，而且不同的生物还有不同的效果。我们闲话少说，直接开始介绍吧。要是想支付，还是得先撸树。撸个毛啊！我们直接回到之前的死亡点捡装备啊！我的装备都在那里呢，但愿没有被炸掉。15 minutes later， 想不到我之前自爆炸出来的坑那么大。哎，我的铁桶居然还在，奶师，我不用再去找铁矿了。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说村民的奶会有什么效果呢？好家伙，喝完村民的奶，我当场生了个娃，这个效果也是没谁了。前面有一匹马，不知道马奶有什么效果。我们获得了跳跃提升二和速度提升二，这个奶用在跑图的时候非常好用。你们瞧我之前生的娃，他们头上居然有我的姓，好家伙，够细节。发现一个蜂巢，这附近应该有蜜蜂，好想知道蜜蜂的奶是什么效果。蜜蜂回来了，看看蜜蜂产的奶有什么效果。现在的我们每一次攻击都会施加中毒效果，就好像是蜜蜂屁股上的刺长到了我们的手上一样。这儿有只鸡，与其说是鸡奶，看上去更像是一桶荷包蛋。鸡奶的效果是5分钟的缓降，有了这个效果以后，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从高处跳下来，非常的方便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直接开创造模式给大家演示。首先是莫影人的奶，喝下小黑的奶之后，我们的攻击可以击退生物，但是并没有伤害加成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连鱼都有奶，鱼奶给了我们5分钟的潮涌能量。现在的我们即便在水下也不会扣除氧气。接下来我们玩个有趣的，莫影龙的奶，不知道莫影龙身上有没有奶呢？莫影龙，我来啦！啊，莫影龙好像并没有奶，因为无论我怎么右键都没有反应。既然莫影龙没有，那就再试试凋零吧。OK， 我们获得了凋零的奶。哇哦，这些都是啥呀？我只知道有一个缓慢二和一个抗火，剩下两个完全不知道是啥。打一下莫影人试试，攻击的时候好像会附加一些什么效果，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。那么本期的模组就先玩到这里，模组里还有很多其他生物的奶，我们下期再试试别的。总之先这样，我是布灵布灵灵姐，拜了个拜。